这里有三个船的速度哦 ，A 的速度给你啊 ，B 的速度也给你啊，然后 W 是那个水流的速度嘛，然后海清有讲那个船都是顺着水流的，所以就会加进去里面，因为如果逆的话就是要倒反，就是要减掉。然后先算 A 的咯 ，A 的是3 I 加 J， 加上水流是 I 加130 J， 所以 A 的就会变成4 I 加430 J。因为这边是 E 嘛 ，E 加130就变430 J 哦。然后 B 的话也是要加上去，这个就会变成7 I 加2130 J， 或者你要写730 J 也是可以。然后过后就叫你找这两个速度的那个差别，这两个速度的差别就是拿来减哦。所以7减4的话就剩下3 I， 然后730减430就剩330，也就是 E。然后还要的是速度，速度的话我们要找出来三 I 加 EJ 就是讲往右三格，然后跟往上一格嘛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这边是一，这边是三，所以我们就要拿三刮痧二加一刮痧二再滚球刮痧，就会变成九加一，就会变成这个。然后还要的是速度，所以你要算回那个号码给他咯，就会变成3.16227，然后看你要进几个位。3.162，然后速度是 m 的 s。下一题是他给了那个 r 的速度是2 i 减430 j， 但是他已经有讲他偏离那个中心了，就是他歪掉了。可是歪掉的话，他还是顺着那个水流，只是他歪一边罢了，所以还是要加进去。加进去的话就一样，2 i 加 i 就会变3 i， 然后减430加130就会变减330，然后也是减 1 j。然后还要的是那个 unit vector， 所以就是一样3 i 减 j 放在上面，然后除以它的 puncture 刮痧二，这个的刮痧二加这个刮痧二，所以就是3刮痧二加1刮痧二，所以就会变成10。